1119小洪灾将要来到，为着祈求风调雨顺、树时不灾，嘉义市政府消防局伫咧12号是伫被召集的消防含义消动员，伫咧各地各级嘉义县防灭，举行助威新尊暨水德新官祭拜祈福仪式。由嘉义市长黄炳辉担任主祭官，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平安。伫新防灭，更是咧关注着消防局14台总计达到25万的救灾平板电脑，以提升着救灾人员的安全。消防在将要来到，为祈求该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该市消防局特别召集拍火兄弟义消，前往该市防庙，由该市长黄炳辉担任主祭官，率领消防局同仁做伙参拜。礼在参拜过后，市长黄炳辉感谢徛在第一线的消防人员，以专业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以及义消志工共同努力做伙守护该市。咱上防庙，看到讲咱伫救灾当中，有需要诶，这硬体设备里面呢，然后特别来提供的，买了14台，购置了14台我们的那个平板电脑，来提供给我们，到时候救灾的时候，我们有需要能够使用。而我们这一次呢，这一个平板电脑的使用呢，我想也因应了整个现在救灾环境比较恶劣，那运用了科技的发展，那所以我们曾经在健康城市里面也获奖无数，那透过这样能够实际有这一些设备，那我们特别要感谢咱上丰庙当属地跟当干事的积极，能够把这样的设备提供我们，无论在救灾在人员的管理，能够大家有更专业更好的设备来维护。你为提升消防人员救灾生命安全保障，新丰庙也关注消防局14台救灾平板电脑，帮助消防人员有效管理火灾现场，维护救灾火场出勤的消防人员生命安全。今年消防局以抢救净化 I 加一，提下卫生福利部110年台湾健康城市暨高龄优胜城市的韧性甲创新奖，代表对该市智慧救灾观念的肯定。新闻调频改其彩虹报道，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一起加入我们吧。